那也没办法。全军出击！明白了，因为他们是同类，所以同类要互相帮助。理解了。早这么说呀，嗯，学个一技能。平 A 连电，二级学个 Q， 一技能炸！哎呀，没炸着。寡妇打野速度有点快呀、啊！以我的风暴啊，寡妇打野速度有点快呀、啊！我们家剑圣才两级，那寡妇都三级双 buff 了。不打了，可能来人了，小心点。再见。哎呀！我们还两瓶药啊，他已经没有药了。这波可以打，爬吧溜炸，平 A， 假装不杀，其实闪现一个咬接点炎。刚才这波一定要回头，知道吧？如果你一直追他，那么他就会闪现了，也不好杀了。回家，我听到他们在召唤阿尔阿尔，雷暴便是应答。这得来个布点还。跟着洛克萨斯之手打，跑的得快，先来布点还。然后我们再出涡轮炼金罐。他们已经失去了野心，我来带领他们。落手没了啊！这个兵不补了，先攒个被动。
一波出其不意，直接扣上去啊！来晕 W 平 A 平 A， 我咋了？嗯，我们一套连只能打这么多血的话。哎呀，跑得挺快呀，小伙子！不上了，嗯，我掏，我寂不寂寞的，你又能怎么样？我不咬你吗？嗯，干啥呀这？哎呀，我寡妇，这啥意思啊？完了，点烟没套上，操！致命点烟。来拉剑上来，嗯，那能打死吗？哦呦，漂亮，这俩刀，这波塔皮，哎呀，别啊！寡妇报仇来了，老寡妇。五级寡妇，你给我去隐身！哎呀，五级寡妇，我塔皮差一点吃了，没吃着，真逗！五级寡妇要隐身，他这是刚升的六，他去打蓝 buff 去了。这落手是不是荡妇二连全交了？是吧？他可能回家了啊！我们这边赶紧推，啊，这边赶紧推，去塔后找他。截住他，赶紧啊，赶紧在到塔后截住这落手，别让他回塔。好，在这截住他。Q E 掏 A 炸，平 A 平 A 平 A， 该呀！操！操你猴子！我大不大？赶紧让我再吃一层塔皮，嗯，没炸着，回家了。我们涡轮炼金罐了，这炼金罐还是出双火护手呢，这把九杠六双火护手给我变大，谁也不好使，给我变大。
双火护手现在便宜。哎，他伤害怎么这么高啊？他刺我塔皮刺好快啊，他刺了两层。想知道那是不是我自己？挺难搞，劣势了。唉，洛克萨斯之手不好杀呀，看他炮车吃不吃。那不可能让他吃那炮车。跑了，那你这波疾跑跑，我可要越塔杀你了。狗熊吧，只能打一套伤害，想两套伤害出来的太慢了。来，这波可以杀。挠咬行呗，这 A 一下还行啊，把它换了。哎，又闪现躲我大，烦死了。这波不是落手杀的，要是落手杀的我就好了。猴哥先 Q 再接 R 没用， Q 只能接 E 不能接 R， R 技能从天上飞下去那个时间它就有一秒钟了，知道吧？哎呦，可以往下走啊，这剑圣这一刀。把塔赶紧拔了，如果能把这一塔拔了，这把应该就赢了。一塔拔不掉，这把就够呛。可以，我往中走，来中路翻身可以杀。哎呀，漂亮，把他杀了。中塔推了，下路塔呀，没了没了。回家了，我已经够大了，回家出板甲。嘿，哎嘿，算了，寡妇就不杀了。牛头，别野我，我可吃牛肉。来点魔抗啊！只有蠢货才听不见战斗的召唤。我们现在目前好像是有点无敌啊，这波没大招啊，直接打来。对，嘿，潘森。
潘森，给我跳弹来，下。杀我啊！给我杀，杀刘 ADC， 哈！这闪现应该杀寡妇的刘的，打那峡谷先锋来，打上峡谷了，这帮人还。我允许了吗？打完峡谷拿小龙，完了 ADC 殒命了。皎月快跑啊，皎月啊，皎月，皎月还不走，皎月杀寡妇漂亮啊，耶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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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帮你拆下路吧，聆听我的咆哮吧。回家出振奋吧。哇，皎月，皎月厉害呀，皎月。等我，寡妇，寡妇得起来了。哎呦，漂亮啊，剑圣！这 ADC 没 W 技能吗？我们一定要找寡妇啊！那寡妇啥天出现，直接把他杀了。我不可能让他活。哎呀！啊，死哪了这？哎呦，寡妇，寡妇！老寡妇，给那 ADC 没什么用。嘿，我潘森，潘森，潘森，我咬你一命！这狂妄！哎，我这狂妄，快跑，快快快快快快跳弹跳弹跳弹，嘿，完了。这兄弟，这确实没办法的，我们都站一块儿了，你咋没过来呢？啊，你咋没过来呢？来，这家伙还要打团，给你们狠的，我看看来，我看谁敢打团。嘿，我要杀我！嗨呀，要杀我！剑圣，快救救救救救！漂亮！还要杀我，还队友呢？队友呢？
队友呢？这怎么回事？我回血。没大招，我操了！我有大招，把他们都杀了。哎，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坏了。对面还要打大楼，太狂妄了！这点血打大楼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漂亮的，杀个流。死光了。小龙，泥土渴望着鲜血，来个聚酒吧，好主意。我们在这里等一手寡妇啊。算了，我将解开弗雷尔说得的束缚。你害怕不？我不，我不把你杀了我啊！寡妇该这么脆吗？这，哎呦我操！这寡妇打人也太疼了，这寡妇。完了，烦死了！这不行啊，这魔抗好像不太够，这魔抗不太够啊！这寡妇打人好疼啊，寡妇有点厉害呀、啊。不对，我先来一个小反甲，我先来个小反甲，我跳天上死了，这给我飞尸了。寡妇是个小带呀，我一看呢。属于弗雷尔摩德的前身，沃尔利加。果然还是让寡妇起来了呀。给我杀！给我杀！他怎么跑得这么快呀、啊？啊！把他大给他打出来了。算了吧，溜一手。我操，999！哎呀！这得来个血手了、沙漠玫瑰怎么还起来了呢？现在已经不是寡妇的问题了，现在是这沙漠玫瑰也得杀了，真难呐、俺们家得那啥了，得阴人了，再扫描一起走啊！咱们得阴波人打波团，赢一波拿条大龙才能行，知道吧？别着急啊！
来，勾流头也可以。这剑圣死得太快了，不行。ADC 先杀了 ADC， 该呀！这家伙，哎呀，我操，不行啊！这 ADC 没人管，不行啊！你点了半天差钱，这不是差钱的问题，这是没打过，这不是差不差钱的问题，这跟钱有什么关系？现在这个寡妇该怎么办，你知道吧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快走走走走走。把寡妇杀了，漂亮！打大龙啊，打小龙，打小龙，打小龙，打大龙打不了，打个小龙，完了小龙也没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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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，对面都是弟弟，剩个沙米拉吧，沙米拉一杀就完事了，沙米拉。哎呀，沙米拉！这也不合适。哎呦，我刘涛！嘿嘿，嘿嘿，哎呀，百年！哎呦啊！哎呦，我刘涛！哎呦，我刘涛，刘涛还跑！哎呦，刘涛，漂亮！红 buff， 勾他，勾他，勾他！哎呀，杀寡妇！往剑圣收割，掏我 ADC， 哪来个洛神我杀！耶！我有盾，这百步女将打大龙，上个流头没事，快打大龙！大地如血，才是英勇。我来扛。还好对面辅助是个流头。干啥呀，牛头？为啥没助攻啊？我这身边不烫人吗？这是为啥呢？差钱呢？差钱你收吧，我不收了，我神装了。漂亮，寡妇开始狂了啊，狂妄了，寡妇中推一换一，我们家血赚，除了寡妇他们家其他的都是弟弟了，现在剑圣来呀，
随便勾。我有大，可以打。哎呦！哎呀！快跑！杀米拉！杀米拉！杀米拉！完了，队友全死光了。哎呀，杀米拉呀！这杀米拉没杀，杀米拉没空哈。进进。哎呀，零换四啊，四打四，零换四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儿？我们家少一个，对面也少一个呀。主要是我没空沙米拉，队友也没空，你知道吗？沙米拉没空。把沙米拉控了就好了，那沙米拉的伤害有点高了。他们四个人吧，让他们三个人。